乡亲你好，欢迎收看12月31号礼拜三的蓝天新闻，我是陈志成。在这个鲜花糖厂服务的这个主任陈宏洲，在台糖服务超过到30多年，见证了台糖的风华时期，在做工作之余也将做糖的过程以着文字的方式写成着这个一首又一首的诗，让大家方便了解到整个做糖的过程。更加在101年的时候，在台南市结出了资深的传统诗人奖项。他丰富的做糖经历和文学的素养，让陈宏洲在糖业有这个诗人的美名。制糖机器不停地运转，发出着一阵一阵的声响，这是鲜花糖厂制糖工厂对制糖机开始每天拢会持续来运作，来将甘蔗的原料经过了一层一层的制作了后，变作是咱日常所来吃的这个糖。鲜花糖厂制糖工厂主任陈宏洲平常时除了无用工课以外，更加是利用时间将这个制糖的过程用文章的方式写成一首一首的东西。我伫甲这每一个过程吼，拢写一首诗啦吼，所以写起来有16首啦，啊，其他阁有2首是我就职啊，甲伫北港溪的一种感想，拢会加入完的吼。所以等于讲这趟过程吼，拢包括伫18首诗内底吼，互咱一看就知影这诗的内容，啊，甲有相片啊看吼。予咱大家拢会当了解这制糖过程哈。因为每一工通车上班之时，看到窗外美丽景色，而来兴起了创作的念头，反而是成为一大特色。除了写诗，陈主任伫咧地方文史方面嘛相当有研究，写了真侪本的文史书籍。李主任伫咧糖厂服务30多年，将要伫咧今年底来退休，对台糖更加有一份情感。看到即卖环境甲时代变迁，即使着讲即卖全台湾敢若剩鲜花甲好味，阁有咧制造即个糖，伊嘛有小块感触。拢总做了咧35年啦吼，啊对这糖业的这职业吼，也感觉真深的感受啦吼。糖厂我拄啊入来是有2-3间啦吼，啊过来一直关吼，70年开始一直关甲剩即卖2间，就是好味甲鲜花哈。所以希望咱糖厂吼，会当阁继续存在呢。鲜花糖厂百多年来一直不断的伫咧换新设备，提升着砂糖的品质，甲着安全卫生的注重。而特别的是，鲜花糖厂的糖业诗人陈宏洲用诗来记录糖业，非常的特别。希望未来台湾的糖厂会当永续经营，留予下一代搁较侪会当合适的历史文化。咱们是毋是等于鲜花差不多？后壁区的新东国小是一间偏乡的小学校，因为这个概念平常时啊受到各界的斗相共，因此伫每年拢会来举办着跳蚤市场进行义卖。因为了让囡仔有一个较特别的义卖方式，今年校方是选择伫103年最后一天举办着义卖活动。活动当中，只要是使用了英语来买卖诶，即个小朋友都会当来有即个相关的折扣，而且囡仔马上勇敢来即个讲出着即个英语，伊预备所得将来捐予华山基金会。新东国小的教师的宿舍外口面用着英语来写着新东的跳蚤市场，其内底的桌面上摆满着小朋友所客来要来预备的即个佚佗物啊，甲日常用品。这是新东国小举办的跳蚤市场的活动现场。我们学校是在每一年的圣诞节左右都会举办跳蚤市场，因为学校在一年来都接受各方的帮助，那我们学校也想说怎么去回馈这个社会。那今年我们就是除了到台南教养院之外，我们也在今年的最后一天举办这个跳蚤市场。然后我们今年就是打算把我们今年跳蚤市场的所得然后捐出来，然后帮助我们那个华山基金会这些独居老人。校方表示讲，学校每一班拢会进行着英语课程，为了鼓励着小朋友当开嘴讲英语。跳蚤市场的义卖活动，使用着英语的人就会当有折扣。Do you want this? Yes. Yeah. Okay. Here's $5. 那我们今年跳蚤市场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结合我们的那个英语日，小朋友就是只要用开口说英语，那在各摊位老师就会有给他一个很好的折扣。我们会最常用到的就是买东西，那小朋友就是从买东西的这些对话中来练习我们所学到的这些英语，然后也让他们有一个可以开口的机会。就是小朋友会有一张那个闯关卡，上面有8个，他只要有讲到8句英语，使用到8个句子，那他各摊的老师就会给他盖一个章，
然后集满八格，他就可以去服务台找我们那个英专的替代役兑换我们的荣誉券跟那个小奖品这样子。新东公司的跳蚤市场的预备用下着这个英文的义鼓甲温暖的爱心，吼，囡仔咱加工之外，同时嘛，互知影讲家己年纪较细，绝对有能力来回馈。听想过每一个月时行个，咱会送着棒来互新东公司学生啊，绝对无可能只有来享受，一定会学向如何来回报。而拍卖所得嘛，将来专属捐予华山基金会的独基中者，寒冬送暖嘛是好好上好的机会教育。南天新闻跟新妇阿伯区的彩虹报道。小朋友爱心是袂输啦，然后即个新年国小甲大华幼儿园的小朋友来捐款，予北家扶中心，伊嘛予家扶中心充满着温暖。北家扶中心来表示讲，今年大家是来做伙来放跨年的时阵，小朋友算是展现了上珍贵的跨年之爱，帮助着弱势囡仔来去读册，即、這个过程可能是相当的感动。小朋友看着阿公阿欢喜的心情，咱写伫面顶。新南国小甲大华幼儿园的小朋友，爱心是袂输人。伫1803年最后一天，早伫学校举办着跳蚤市场预备，而且所得来交着北台南家扶中心，要来捐钱来帮助着弱势囡仔，会当来顺利读册。学校呢配合我们的课程的主题活动，所以有办了一个义卖活动。那从小朋友的家庭里面呢，带来一些这个日常用品啊，或是家庭用品啊，玩具啦、文具之类的啊来参与义卖活动。那这次呢，我们就把义卖的所得呢，把它呢完全呢捐到我们家扶中心这边来。那也希望透过这一次的这个活动，让小孩子能够体会到付出跟关怀的一个生命教育的课程啊，这样落实在孩子的从小，能够让孩子感受到说能够关心别人啊，关心其他的小朋友。这边是两个小捐出的金额总共是56,000元，其大华幼儿园的跳蚤市场预备毛8,800元，加上老师的捐款6,000元，总共捐出到1,400元。而主任曾小辉来代表着家扶中心致敬着感谢餐。在校长还有园长的带领之下，到北台南家扶来做捐款。那这个捐款的所得，我们其实是最主要是要帮助我们的孩子能够安心去上学。那明年度我们预计要发放，在3月初我们会发放奖助学金，预计是680万。那目前我们大概募到的是185万左右。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很多幼儿园也把他们跳蚤市场义卖，那没有卖出去的新品捐给我们。那我们希望就是说在1月2月家扶会展开大概20场次的义卖活动。那我们期待社会大众能够把你们家可能正在过新年，那清出来的赠品也好，或者是说当时候因为觉得很漂亮买了，可是后来都没有使用的这样的产品，捐赠给家扶来做再次的利用。北家扶中心的主任曾小辉为了感谢囡仔爱心，除了是赠送的小朋友一个幸福玉手之外，佮邀请着家扶娃娃、佮家扶公仔向大家来拜年，并且以着暖意作为着每年度祝福。因为家扶中心领受着社会真侪爱心，嘛希望讲会当送暖予每一位需要的囡仔。家扶中心嘛推出着民众捐赠的名牌包、佮爱奇怀手笔啊进行着义卖，伊嘛呼吁社会大众会当继续支持家扶中心的教育投资的学工程，让想要来读册贫困的囡仔当顺利升学。那这个在网络价我们查过是29,000多哈，是新的。那它也有所有的保证书都在附在里面哈。那我们除了谢谢童小姐送给我们这样的礼物之外呢，那我想我们希望借由社会大众的爱心，那帮我们筹募到更多的奖助学金，那也让我们的孩子能够安心上学去。南天新闻安心户新娘蔡宏博的。教育部为了培养着产学的学术人才，伫原培艺术科技大厦举办着作业产业的能力需求座谈会，伊着即个中华无菌制剂的协会代表甲相关的企业的即个学者呢来共同签约，建立着产学的桥梁，嘛希望讲会当成功连接着囡仔的就学的即个管道，开创着作业的产业的新的未来。请签约。
教育部为了应应着制药产业界的人力需求，邀请着各大医术相关大专学院甲相关产业单位共同举办着座谈会，希望建立着良好的产学的桥梁。其中，教育部技职司的司长李彦仪嘛，到场共同签约见证着这产业合作的重要里程碑。各位贵宾，让我们一同热烈掌声见证。我想办这样的这个座谈会呢，除了可以衔接产业跟我们学界哈，甚至我们的上下游，包括高职端，还有我们的这个大学端这边的哈，怎样把这个人才培育的这个把它串联起来，把它做出来。我们需要去培育怎么样的人才，课程要怎么样来设计，才符合这个产业界的需要。我想学生在这个座谈会里面也可以获得很多的这个想法，跟我们老师哈，这个对于课程设计上面也有很多的思考的方向。制药产业联力需求座谈会主要是针对着学生毕业了的就业的链接，进行了相关产学专班的学程甲师生的校外实习课程的讨论。元培医事科技大学的校长林志行表示讲，在台湾生技产业当中，30%以上拢是属于医药类别，其中生物科技更加占着大部分。专业人才就要透过着企业共同来培育。从学校到产业界中间，这中间是有一段距离，那协会就刚刚好站在这里搭了一个桥梁，可以把学生那比较基础所学的东西，然后把它化成产业界能够用的这一段，大概是原则上就可能会在学校先成立一个基础的教育的一个课程，那就是让学生知道什么叫做制药，什么是 GMP。南天新闻综合报道。种植农业是未来农业的重点，真侪人将这种植农业放伫提悬着产品的品质甲价效顶头。不过，伫这彰化的线西有一个饲菇的业者张庭水，却是无共款的想法。伊兴建着饲菇场的时阵，当时佫建置着太阳能发电厂，加这雨水的回收再利用的系统，提供着养菇场的运作需要之外，嘛降低着这成本。同时，佫将这所剩来这电力来卖予台电来赚钱，开创着多元化的营收的模式，提供着发展种植农业的新的思维。一般人若是讲到种植农业，咱会把焦点放在农产品的品质甲价钱顶端。不过，饲菇业者张庭水却是无安尼想，伊是投入了比例一般人更加悬的成本，起了饲菇的这个厂房，同时建立了太阳能发电系统，提供了家己厂房的电力使用之外，加这电嘛来卖给台电来赚钱。哦，这边的场地是，建设厂房是1500坪啊，实际用地是1400坪啊，太阳能有500K，每天的生产。这个瓦数大概是在3000度，这个厂房建设差不多在5000多万。如果用自有资金的话，大概是6-7年就可以把这个成本回收了啊。如果用贷款的话，可能要10年左右。饲菇所需要的水嘛，是利用着雨水回收再利用的成果，而省电钱佮省水钱。饲的菇类是品质好，同时价钱嘛高，使用着环保经济来创造佮较多元的营收的模式。因为地球的暖化使天气变化很大，那个动物啦、植物啦、蔬菜都不能生长，那未来一定要靠这个净置厂房。我们用太阳能的热能，然后把它转换成电力，然后在下面可以种蔬菜，可以种菇类。然后可以养鱼，可以养鸡、养鸭，畜牧都可以，这是未来的趋势。张庭水表示讲，发展到种植农业必须要使用到天然资源，面对着未来能源成本较高的趋势，农民就必须要量早做准备，观念就要来改变，才能成功转型发展到种植农业。南天新闻综合报道。新闻先进到这，进一段广告，广告你也可以安排到其他的新闻消息。世界那么快，世界越快，上网速度更不能慢。台播大宽频200枚光纤上网，只要999，再送2000元及泰国来回机票。快播0809-009-658，台湾大宽频同步优惠 ，Home Security 居家防护全新上市。数位电视的加值服务超级录影机，只要电视播的都能录，操作相当简单，按下遥控器上的录影键，在电视的左上角就会出现一颗红点，表示已经在录影，
也能利用电子节目表选取想要录影的节目，按下遥控器上的红色录影键，就可以选择单集录影或是全部影集录影，甚至还可以同时一次录两台。有了超级录影机，暂停、重播、快转，只要一指按下，轻松掌握每一瞬间，不会错过任何一个精彩镜头哦。深装超级录影机服务，免费提供500G 超大硬碟随你录。感谢乡亲的广告了，搁倒来咱新闻现场，有这个清洁队将民众要来探讨各个这个仓库、甲边啊、顶顶大型的木材的家具来拆解了，做成着创意的素材，做成着这椅头啊、甲这炕铺的皮囊、甲电脑的架啊，受到市场的好评，其实无景气当中嘛，冲出着一片天，嘛，让这个废弃的仓库有了新的生命。一个卡桑就甲坐落去，一个细细了椅啊，坐起是相当的稳。乡亲，你敢要相信伊原本竟然是一块相当大的扁啊？原本足好用的扁啊，随着时间的过去，互人等伫这个粪扫场去落岗店的清洁队灵机一动，就决定把这个价值相当高的原木来大改造。废弃的扁啊，甲民众无爱的家具木材，摇身一变变成了相当美观的这个椅头啊，同时佮有炕皮的这个箱啊，甲电脑的架啊。拆物件上解麻烦。要来烧掉，佫拍算啊，所以咱清洁队吼，他就有他们的巧思。啊，那因即摆吼，将捡倒来擦，那较水的吼，因就去做一挂板凳，做一挂信箱，做一挂迄个电脑，即、這个架啊吼。一个大大地扁啊，经过木工底师傅，脚手一遍来甲正康磨平的切割，来擦掉金油，变成了实用的家具。不过嘛，因为安尼回收的机会就无多，因为拢是纯手工来制作，相当的费工，无多大量来供应。拢是纯手工，一个一个豆豆做啊。对啊，对啊，啊，都往往用的，往往的迄迄个扣的啊。嗯，啊，咱拢是啥物物件收得来？啊，都用的嘛，去过年嘛，嗯，啊，去用的人回收倒来，啊，去搭捡起来，还有捡倒来做啊。洛江镇的这个清洁队秉持着单调，就是拍算搁再利用，所以有一挂想袂到的这个效果。凭着这款的理念来去创作，嘛，意想着洛江相当古锥的 logo， 一种非常的水，啊，而且有真多吼，啊，总是有快木啦吼，有看足好足好的茶，啊，当然啊，这个物件做起来吼，啊，即马伫咱南科有。园区游客中心有真多人吼，啊，仲真喜欢。清洁队来表示讲，嘛希望继续想出着新花招，甲民众无爱物件变成着有路用的家具。南天新闻综合报道。讲到鲜花，大家会来想到讲有鲜花牛戏嘛，因为有这款的关系，鲜花区公所向中央争取到营造优质环保示范区的经费，做了二十四只牛，同时由着每一个日来自行采喂。伊目前完成的采喂牛，只能放伫庄头的入口处，每一个日的采喂都按咱家这個当地庄头的些真有关系。公所嘛欢迎这乡亲到鲜花来一撮兼顾艺术创意甲地方民俗的牛之路。鲜花公司后壁面经过着银座现地空地出现了三只有这满满彩绘的牛只，详细来看到这个牛只，充分来展现着鲜花的产业甲文化特色。亲像这个产业牛会当看到西瓜甲草莓甲牛迄个图案，而且文化牛身上的这个彩绘嘛甲主题真合适，至于科技牛嘛充满着科技的元素伫内底。因为鲜花有著名的牛戏，鲜花公所就将在地精神的牛只化身着国立的入口意向，向中央争取着营造优质环保示范区的经费，制作着二十四只的牛只模型。而三只就放伫区公所后壁面，另外二十一只就分送予二十一个里各自来采绘着在地特色。而目前国立的采绘牛只仍完成放大砖头入口处，就像讲溪尾社区就依着青花瓷的图案进行采绘。放伫大路边相当遐物，而国立的牛只造型咱共款，但是经过社区居民自行来画图彩绘，凸显着在地产业甲人文特色。小新里的牛只穿着郑成功的官服，代表着讲早期延平郡王部队曾经伫遮来驻守。东关里的牛只是以着国家高级庆安宫为主题，画出着妈祖婆、有千里眼甲顺风耳，相当有创意。
21个字的这个特色元素，我们根据在牛车的模型里面，目前全部创作完成了，在网络上也唱歌歌，吸引很多人来到这里找出牛的形状，也因为彩绘牛所放的地点不相同，居民可以透过就是在走访来找出彩绘牛的形状，过程也可以体验到在地居住环境的改变和成长。这话公所就欢迎民众利用假期来去抓兼顾到艺术创意和地方风情的牛之路。当天新闻但是想生活采访报道。新鲜的海产，即有着食材本身的海味，甲鲜甜料理起来，会当食到真济即真好食的即气味。过程慢慢掺上过侪人工的调味料。伫即将军渔港附近，就有一间海产餐厅，主打着海产料理。因是利用着天然的海味来即来提味，不管是白鲳鱼的米粉，还是讲需要长时间来控的芝麻糜，简单料理的手法就会当真好食咯。嘛，员工真济饲料，佮天然美味，就暗暗抓住着。人客位，今天三家单元带你来到将军来看这间餐厅。料理的话，来到着新鲜来上海煮桂鱼，刷来去三杯料理基本的配料，来这个鼎来欠烹了后，放落着切好的煮桂鱼，来炒过去配料，咸香佮甜甜的三杯煮桂鱼就当来上桌了。肉质吃起来相当细嫩，又带有一点皮的胶质的 Q 劲，其实就是说这道菜吃起来，你不用再买化妆品了，自然的胶质都呈现在里面。三杯料理的气味好歹，考验着总铺师的这个功力。这道三杯煮桂鱼，特殊的口感，亲受着人客喜爱，就连女性朋友生囝了做过来，嘛相当的适合。我这个三杯料理完全无加一点仔水。然后德菜跟咸鸡也当做回来，也当做月子中心的养生菜。丰德海鲜鱼府亲手的和平料理，各有一项白鲳鱼的米粉，超过着两个大人的这手盘大的白鲳鱼，东坡西同款是料理加切底了，放落大鼎内底。鼎内底的这汤底，煮过鱼是慢慢来吸气，佮放落着米粉，利用着鱼本身的海味来加淡薄盐，来调味，就当吃着上鲜的鲜甜。这就是较早吼食。特海人的料理，然后这道白鲳米粉就是较早特海人伫船顶无闲抓鱼，然后伊无时间能够煮饭开食，然后就是夹米粉甲鱼啊，慢慢做一个白鲳，它的肉质蛮细嫩的，也蛮甜的，然后再加上了一些海鲜的料理下去呈现它的汤头。我们这个白鲳米粉完全不加味精。若是讲想要食一寡较奇巧的料理，即鼎芝麻糜嘛是特地来推荐的料理之一。锅仔内底来煮着即白米，煞来去放落着相当大只，而且红蟳经过长时间来控过，即米嘛已经熟了，而红蟳的海味甲鲜甜更加食落着米内底。薄薄啊黄色的芝麻糜，互人看了是想要来食看卖。这个要熬一个小时，所以若要来点食饭的时阵，记得要先打电话预约。这是用处女鲟慢细火慢炖下去熬一个小时。然后呈现它的粥跟螃蟹的原味融合在一起，吃起来会有甜蜜幸福的感觉。新鲜鱼仔简单料理就可以来炸出到海产本身的天然海味，不需要想过多添加，就可以吃到正港的鲜甜和美味。丰德海鲜鱼府还有很多美味料理等你来做到品尝。南天新闻单记者陈金鸿将军采访报道。烈火山肥大是真侪年纪较大的男性时常看到，而且疾病过去阁有长寿病风险，其实对男性比来讲，唔是好代志。特别是讲真侪烈火山肥大患者，最后咱会变成着烈火山癌。过去治疗着烈火山癌，当时会影响着男性的性功能。现在这微创手术是真时行，加上标靶药物嘛，相当的盛行，治疗着烈火山癌，唔免阁烦恼来动刀，会来减损着男性的雄风。透过着电脑的动画，会当清楚来看到治疗烈火山癌的最新的治疗方式。医生表示讲，现在有真侪外科手术，拢是一再强调着微创手术。康翠正少对福国内引进的海福德，而且微创标靶治疗系统，就是强调康翠正少只要待两天就当来出院了。无创的一个治疗方式，它是呢在超音波指引之下，然后呢。对于这个病灶做一个很好很精准的一个定位的一个治疗，所以完全是电脑去操控定位之下呢，做一个很精准的一个治疗。那原理呢是将这个射护线的这些组织
在高温之下，平均温度呢大概85到90度C左右的一个温度，去将这些癌组织呢将它做烧灼。你曾经接受过这个新型治疗方式，杨先生表示讲，十多年来一直因为了核酸的问题来真困扰，佮你接受治疗了后，总算是解脱掉病痛，而小病嘛真有力的。体检的时候，尿嘛尿里面有这个癌细球过多。所以治疗了，结果是好。治疗拢无分无分，很正常。因为这个新的医疗技术，当引进到国内，使讲健保是无来给付，而手术大约是需要300,000。南边新闻综合报道。新闻最后，这位关心到新的一年元旦的这天气状况。根据中气象局资料显示，明仔在1月1日，台南地区是好天多云，温度是13到19度，降雨几率是零。再来看到现在方面气象，当日安平沿海是好天多云，透着偏北风是大影，风力是5级到6级，阵风8级，再来转到6级到7级，阵风9级。再来看到明仔载好歹说，明仔载是1月1日元旦，旧历的11月11日适合祭祀祈福禁忌祭祀安葬，像上因为24岁煞单边。以上是12月31日礼拜三南天新闻，我是思成，感谢乡亲的收看，祝你假期平安愉快，新年快乐，咱下回同一时间再再会。哦，看了啦！你从放学回来就一直看卡通。嗯，人家还要看吗？你还要看？妹妹，你该去写功课喽。你不是作业很多吗？可是人家还没看完呢。好啦，你先去写功课，卡通哥哥帮你录起来。你看哦，按下遥控器上的录影键，电视的左上方就会出现一个红色的点点。等你写完功课回来，就可以继续看卡通啦。真的吗？太棒了，我马上。哦，我们家的电视这么厉害哦，还可以录影哎！啊，那我爱看的连续剧也可以整套录起来吗？那当然，只要电视上有播的都能录。进入节目表，找到想要录的连续剧，按下遥控器上的红色录影键，就可以选择单集录影或是全部影集录影，甚至还可以同时一次录2台哦。那这样啊，我就不用守在电视机前面啦，想什么时候看我就什么时候看。还可以一次把它全部看完。哥哥，今天轮到你倒垃圾喽。还好我们家有装超级录影机，只要按下暂停键，等等倒完垃圾回来，还可以继续看。就连遇到精彩的片段，想要倒转重播都不是问题哦。不论是 live 转播的球赛，紧张刺激的电影片段，或是无法准时收看的节目，只要有超级录影机，就不会错过任何一个精彩的镜头哦。